睡前吃七种宵夜，助眠还不长胖。你是不是在睡觉前总想吃或者喝点东西，但是又担心会发胖？今天为大家推荐七种宵夜，顺其按吃，这些有助眠功效，让你睡得香还不长胖。香蕉。因为香蕉包含的蛋白质中带有氨基酸，有安抚神经的功效，香蕉当中还含有大量的钾和镁。钾元素能够有效防止血压上升及肌肉痉挛，而镁元素则可以有效消除身体疲劳。综上所述，睡前吃一些香蕉，对于更好的入睡，是有助很好的辅助作用。菊花茶。菊花茶之所以成为睡前配制茶饮品的首选，主要是因为其柔和的舒眠作用，是凝神静气的最佳天然药方。牛奶。睡前喝杯温奶有助于睡眠的说法早已众人皆知，因为牛奶中包含一种色氨酸，它能够像氨基酸那样发挥镇静的功效。放心，睡前喝牛奶不但不会胖，反而还可以补充身体里的钙。蜂蜜。往你的温牛奶中或香草茶中放入少量蜂蜜，一些葡萄糖能促使你的大脑停止产生进食素。进食素是最近发现的一种与保持清醒有关的神经传递素。大量的糖分具有兴奋作用，但是少量的葡萄糖能够适时地暗示大脑分泌 orexin 苯基二氢喹唑林，这是一种新发现的与思维反应相关的神经传递素。所以滴几滴蜂蜜到温奶或者香草茶中也是有助于睡前放松的。土豆。大家都知道土豆能减肥的秘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它还能帮助你睡眠哦。它能清除掉对可诱发睡眠的色氨酸起干扰作用的酸。
为了达到这种效果，你只要将烤马铃薯捣碎后插入温牛奶中食用即可。一个小小的烤土豆是不会破坏你的胃肠道的，相反它能够清除那些妨碍色氨酸发挥催眠作用的酸化合物。如果混合温奶做成土豆泥的话，效果会更加的棒哦。燕麦片，燕麦是很有价值的睡前佳品，含有富足的 N 以七富五甲氧基色胺，煮一小碗谷类，加少许蜂蜜混合其中是再合适不过了。试试大口大口的用力咀嚼，足以填补你的牙洞了。有减肥功效，同时燕麦片能诱使产生褪黑素，一小碗就能起到促进睡眠的效果，如果大量咀嚼燕麦片，效果会更佳。杏仁，杏仁同时含有色氨酸和松垮肌肉的良药，美。所以吃少量的利于心脏健康的坚果也是催眠的又一妙招哦。你是不是在睡觉前总想吃或者喝点东西，但是又担心会发胖？今天为大家推荐七种宵夜，顺其按吃这些有助眠功效，让你睡得香，还不长胖。香蕉，因为香蕉包含的蛋白质中带有氨基酸，有安抚神经的功效，香蕉当中还含有大量的钾和镁。钾元素能够有效防止血压上升及肌肉痉挛，而镁元素则可以有效消除身体疲劳。综上所述，睡前吃一些香蕉，对于更好的入睡，是有助很好的辅助作用。菊花茶，菊花茶之所以成为睡前配置茶饮品的首选，主要是因为其柔和的舒眠作用，
是凝神静气的最佳天然药方。牛奶，睡前喝杯温奶有助于睡眠的说法早已众人皆知，因为牛奶中包含一种色氨酸，它能够像氨基酸那样发挥镇静的功效。放心，睡前喝牛奶不但不会胖，反而还可以补充身体里的钙。蜂蜜，往你的温牛奶中或香草茶中放入少量蜂蜜，一些葡萄糖能促使你的大脑停止产生进食素。进食素是最近发现的一种与保持清醒有关的神经传递素。大量的糖分具有兴奋作用，但是少量的葡萄糖能够适时地暗示大脑分泌 orexin 苯基二氢喹唑林，这是一种新发现的与思维反应相关的神经传递素。所以滴几滴蜂蜜到温奶或者香草茶中也是有助于睡前放松的。土豆，大家都知道土豆能减肥的秘方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它还能帮助你睡眠哦。它能清除掉对可诱发睡眠的色氨酸起干扰作用的酸。为了达到这种效果，你只要将烤马铃薯捣碎后插入温牛奶中食用即可。一个小小的烤土豆是不会破坏你的胃肠道的，相反它能够清除那些妨碍色氨酸发挥催眠作用的酸化合物。如果混合温奶做成土豆泥的话，效果会更加的棒哦。燕麦片，燕麦是很有价值的睡前佳品，含有富足的 N,E7-5, 钾氧基色胺。煮一小碗谷类，加少许蜂蜜混合其中是再合适不过了。试试大口大口的用力咀嚼，足以填补你的牙洞了。有减肥功效，同时燕麦片能诱使产生褪黑素，一小碗就能起到促进睡眠的效果。如果大量咀嚼燕麦片，效果会更佳。杏仁，
杏仁同时含有色氨酸和松垮肌肉的良药。美。所以吃少量的利于心脏健康的坚果也是催眠的又一妙招哦。